悄悄告诉你，欢迎你来到天堂入口。叮咚，有人在按门铃，是谁在外面把恶作剧当一场游戏？听了谁在哭泣？看了谁在窃窃私语？窗外有双眼睛，他在时刻注视着。在这里等你，你在等我吗？是什么原因让你害怕？叮咚，你会藏在哪里？别想要逃离，想逃出手心已来不及。被遗忘的记忆被你藏起，我叫周果子，然后我是来自天堂岛上的真漂亮整形医院的歌手。然后之前除了唱天堂岛之歌之外，然后明星大侦探里面所有的恐怖童谣都是我唱的。然后如果有人不愿意给我投票的话，我下一部恐怖童谣唱的就是你哦。